九九乘法表呀，三二八，我分不清楚乘跟减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我们玩九九乘法表。好好好，好来，九九乘法表哇，二二九九四，哎、欸，你会啊？一点啊！真假的，然后来来来来。我你先，你先好了。好，一二三，来，没你要九九哦，九九乘法表啊。一加一等于二，我是乘法表，你要乘不是加。你是一乘一又是八乘六，然后一二。好，叔你先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九九乘法表呀，三二八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得九啊，就这么哎。再次哦。九八。不是，快点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一二十。九九乘法表啊，九一，还没。还没开始。好呀，好，一二三，来，九九乘法表啊，一一二，没有是乘不是加，一乘一，我会说一一，或是如果是八乘七，不是我分不清楚乘跟减。我看不懂，乘跟减是差很多呢、欸。是我小时候是这样的、欸，数学真的很烂呢、欸。哎呀，我前天被骗那个钱呢、欸。我跟爸爸讲呢、欸，我们不是早礼拜五早上我去买槟榔，他给我给他一千块，啊，他是不是我给他一千五十块？哦，他再给我做什么？他算给我八百。怎么办？他太多了吧？我不敢跟爸爸讲。嗯，你在这干嘛？我去走了啊。你在哪里？我去那个客厅啊，买槟榔。我再买给你吃。啊？我再买给你吃啊。买槟榔，再买个槟榔。好了。你们要功德心。买槟跟功德心有什么关系？爱心。哦，对，爱心。还有爱心。嗯。晚安。嗯。晚安。